是台南走马濑。一些热心的同修啊，听说我们还没有到场啊，急忙的带着师父到茶园南的近郊，各处去走，去看，看有没有比较适合便宜的道场。师父看道场的条件非常的简单，师父说只要平坦一点啊，能容纳得下搭帐篷啊，最好有高大的树木啊，挂个吊床。因为我们出家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越简单越好，越帮助修行，因为我们不要欠众生太多。这又是什么地方？这是真文水库的上游。师徒看完了地以后，到那边暂停休息。师父总是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比较清静。师父不喜欢太热闹的观光地区。
为怀。中国自古以来就属佛教的信徒最多，虽然这些年来已经有若干的改变，但是仍然有一些善男信女前往道场或寺庙诵经打坐，据说如果诚心的话颇有静心的功能哦。因此今天制作小组特别带您来到佛学讲座的现场，一块儿聆听这场精彩的弘法讲座。主讲人青海师父来自于越南，并精通多国语言。师父的讲经方法更是特别，完全是以浅显的口语方式来讲述，内容平易近人，表情更慈悲善良。跟一般出家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一生不受奉的传教原则。提出的疑问，同时师父对于修行的问题也做了深入的解说。在他传教的过程中，最常引用各教的精辟要义或典故作为例子，然而对这样的举例方法对佛学的传教是不是有影响呢？青海大师也这样的表示了，对大众有是应该讲什么对大家那个大量的人利益的话，那我会讲。还有我们修行的人应该讲真话，真理，哎，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们应该讲如来，不论对我们自己的名誉，我们自己的身份有没有伤害。那么可是我刚在您是佛学嘛，你是学佛学的，那么在刚刚您讲座的当中，我发觉您的穿着好像跟一般就是说弘扬佛法的人不太一样。嘿，是不是能解释一下？是，本来也穿一样的，结果很多人不喜欢嘛。我们修行的人是不是应该和平嘛？看哪一个宗教有什么好，我们应该拿出来学习参考。哪一个宗派有什么好点，我们拿出来给大家参考啊。我们喜欢或是不喜欢，等一下再讲，我们先参考，是不是？参考别人。是啊。那我们一般哈没有接触到这种佛学啊，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什么方法可以说让我们就说渐渐的就说修行啊，就说怎么样去修行啊？那假如说今天你去听师父讲经，那你喜欢的话，那也可以跟师父修，你学这个法门，然后你自己修。这样子。哎呀，假如说你知道，什么人，会教英文，那你喜欢学英文，你今天知道啊，那个人就是学教英文的，你来跟他学怎么讲英文，怎么学英文，然后你自己回去应该努力。他能教你。说修行在个人。是啊，我们应该靠自己。那么您
您觉得说，如果说一个人他在顿悟之后啊，他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哦，不是认为的，这个自己应该体验的，自己有改变很多，改变很多。比如说在哪方面？比如说，第一，我们不会攻击别的宗派，我们会知道，人哪个宗教都是那个原本的讲一样的事情，都是介绍这个真理。嗯，那么能不能简单的谈一下印心啊？它这个名词大概是什么含义？印心，这个传那个心的印，盖章的意思嘛，印嘛，怎么样？那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啊，有意义。印心就是自古以来我们佛教的传统讲的，比如是说，一位名士啊，他把他所得到的那个力量啊，传给他的徒弟。无形中方面他会得到，然后他就自然会有证悟，懂不懂？证到一些境界，或是看到佛光，或是闻到佛的声音，或是聚到佛的国土，或是天国了，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叫印心，因为用心传信的，不是用语言的。师父传信印的时候完全不讲话。传心印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也是很麻烦的。简单的事是在一刹那间便可以开悟，但是也必须找一个可以传心印的人。而事实上，要找一个帮助我们开悟的人是十分不容易的。笃信佛教有所谓虔诚，但也有所谓迷信以至于走火入魔的情形发生，当然对任何宗教来说都是如此。以一个修行的人来讲，如果只是盲目地崇拜某一个人或是某些教义的话，那么他在佛学的学习过程中更不容易开悟，反而会走火入魔。所以青海大师表示，经典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是用来仅做参考，而不是盘腿打坐就行了。
这是我们的大殿在新建时候的情形。当天要不是师父全力的督导之下，一次把它完成，恐怕那天没办法一次把地基都打好。据说那个地基如果延后的话，分成两次打的话，那以后我们大殿的基础效果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师父在全力督导下，并且平均的分摊所有的工作，那一天做到深夜将近十二点，把所有的基础都一次打好。Thank you.
天清晨师父跟我们一样四点钟的时候都起来一起打坐，但是师父他不一定每次都下来跟我们一起坐，他有时候在自己的帐篷。打坐到七点，七点到八点的时间我们是按照个人已经分配好的清洁工作尽自己的责任。这是师父亲手勾的第一条围巾，也是世界上最贵的围巾，因为勾好以后有一个同修马上走后门偷偷的买走30万。很多同修说 很不公平，如果 公开拍卖的话应该不止这个价钱。这么不小心呢？告诉你们，要烧柴之前应该看清楚有没有众生，有没有动物，尤其蚂蚁，它喜欢藏在竹子里面或是树洞里面。
这是每个礼拜天啊，出家众到菜市场去捡回来的，人家不要的垃圾，但是却是我们非常丰富的佳肴。空闲的时候，师父会亲自教我们怎么样来保存这些菜，如何制作精美可口的又减少业障的菜，因为这些都是人家不要的。师父并不是强调我们应该修苦行，或者说修苦行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师父主要意义在于教导我们，在能够节省的范围之内，应该尽量的节省，在可以避免浪费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避免它。第二个，在家人他们工作非常辛苦，他们没有责任应该养我们，应该供养我们，而我们出家人应该有责任勤俭一点，减轻人家的负担，这样子对我们修行无形中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位比丘尼告诉师父说，以前还没有碰到师父之前，每个晚上都做噩梦，来印心以后，现在已经好多了，晚上都会做很好的梦了。师父告诉他，因为在外面，因为情况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吃的东西都是一些诵经，然后人家供养的、拜过鬼神的，那些拜鬼魔的东西，受过鬼魔的加持，吃的当然不好，更别讲对修行有什么好的帮助了。师父说，这些已经被虫吃的太厉害的菜，可以不要了。即使我们捡垃圾回来，应该挑好的垃圾，高级的垃圾，因为垃圾人家不要的有很多，应该挑高等一点的，像这个破得那么厉害。
都告诉他，这叶子上都有虫，应该谨慎，把它挑出来，把它捏出来，不然的话，不知道的话，把它拿去晒，连虫都一起晒死了。这些同修并不是他们贪吃，而是他们懂得珍惜一个名师的加持物，加持的力量的宝贵。所以师父也象征性的给每个人两三粒，希望每个人都有，都能得到。每个礼拜天，同修的们都走了以后，我们师同师徒总是要共聚一堂，恢复一下我们的精神。现在你所看到的，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本来是这么和蔼，这么快乐的。师父说，
苗栗的道场地理环境不错，哎，风多水少，所以帐篷哎要常常的整理。塞一点棉花充当师傅的枕头，看起来蛮漂亮的，看不出来是人家不要的布。是啊，他就在这个帐篷里面，挖掘师父用不完、取不尽的智慧。我们的书都是由他过滤过以后念给师父听过，哎，没有问题了，再送去杂志出版。自己的环境自己整理，两位是无量光静坐中心的七爷八爷。在那里是等玛利亚，等圣女，等耶稣基督，等观音菩萨。
真的好天真，他们认为玛利亚怎么上来跟他们呢，从天空这样子飞上去啊。哎，真的很可怜，他们怎么认为啊，圣女怎么下来跟他们沟通。不过他们打坐会看到了，如果他们打坐用他们方法打坐，就会看到师父在里面，然后他们认为这个是圣女，等一下去看到师父面对面说啊啊，原来是我师父也是这样的，他还没碰到师公，我师公以前他就求上帝不让他被人家骗，如果你在哪里前线的话，你让我先看到，懂吗？然后他就在打坐的时候看到我师公出现了，七年这样，七年，然后七年以后他就碰到我师公，他说哦，原来是你，你怎么不早讲呢，不早跟我讲，等了七年现在才跟我讲，才见面了，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时间还没有到，这样连他们已经认识了，已经在等七年了才能够碰面，所以不齐了，啊，没办法。耶稣基督下来以前也，他们也都预言嘛，The Messiah has come， 意思说那个弥赛亚已经来了，天地的那个代表已经来了。结果耶稣基督说我是那个，他们就说他是来的那个什么，违反上帝的，冒犯上帝的，冒犯那个怎么敢这样讲的意思，看他太平常嘛，不知道他的内在力量。哎，不过这个也是都是上帝安排的，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任何名士出来啊，都有人预言好了，不过没有人知道的那个预言的意思，即使知道也很难相信的，因为成见盖住，无明盖住，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业障盖住，是，是，那个造慢心呢，盖住了，不能拉自己下来接受这个另外一种所谓的看起来一样凡夫的人为师啊，懂吗？懂。骄慢心太高，没办法。不过这个倒也是上面安排的，不然的话世界都走光了。我是最小那些有信仰的人啊，有听到预言的人会走光的，哎，不简单。走光就世界都光光了，那么漂亮的世界也没人住，也不行。好嘞。
师父用餐前总是一再叮咛，一再询问，有没有和徒弟们吃一样，是不是跟大众都一样的菜，如果是的话，师父他愿意接受，师父不愿意，我们为他特别的准备菜或饭。师父一空闲的时候，也玩玩曼陀林。